田心老师，你的产业先修班里面的股票就是轮流喷呢，大家想了解吗？当然喽，看节目喽。欢迎投资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我是品花，为您邀请到的是长辈股的代言人刘云熙刘副总刘老师。甜心老师好，品花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。来到了全新的一个礼拜，10月30号星期一，好的开始又是成功的一半呐、啊！说到了股市一定要 follow 甜心，跟紧甜心的脚步了。来，还记得我们的先修班吗？先修班上周上了一整个礼拜的课，对不对、先修班的股票标股轮流标哦，上周谁立台，还包括了前顶我们的老朋友，还有呢耿鼎、加必奇涨不停。今天轮到了谁？轮到了翼龙电，轮到了文华，还有原子金刚两兄弟再度强攻涨停板。恭喜会员好朋友再次领先，赢在起跑点哦，舒服啊，老师。我仿佛一直觉得这个原子金刚这个两兄弟两个兄弟啊，好耳熟哦，好耳熟嘞、哦。这个只要资深会员一听就知道了啊。是啊，哎呦，老师，不说不说就是不说，怎么口风这么紧啊？这个我认为还没欸，所以让我再保留一下最强的一定要留给会员、先留给会员，重点赢在起跑点的感觉就是舒服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看到翼龙电冲出去了吗？有的、哦、对不对、其实各位标股哪里找来产业先修班的课、拿出来拿出来，真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好哦，盘我先解给你，一样上冲下洗，超级魔人、魔人金啊，对呀、魔人金出来了嘛，大盘啊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近期妍希一直告诉你，你要 follow 的是中小型OTC 的 OTC 有没有记得、有的，我从十月开始一直讲，我说 OTC 很明显的强于大盘，有的有的，你一定要选股不选市，任何时间麻烦你拿出正面能量、没错没错，选股不选选市，我们一样是要赚，当然啦、好，再来哦，再来哦、来，台大发红是不是我教各位看盘的指标 Mega 指标，对，记不记得我说发哥多少钱几千块，老师，今天发哥是不是冲出去了？冲出去嘞，再创波段新高了啦！我今天那个大资金的哦，都跳起来了，跳出来！哇，妍希老师，今天我看到发哥后，我通体舒畅，全身舒服啊，好嗨哦，开心呢！我一直告诉你，是不是一千？我有改口过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哦！而且是前面发哥再跌，我就给你目标价喽。是的，我今天来，我今天帮你改，我帮你 up 来。好好好好，为什么帮你 up 嘞？来哦，更新一下。今天已经跳出去，即便大盘在水坤，即便大盘上冲下洗，联发科一样跳出去，对不对？有。那我要告诉你，联发科站出去那个很具指标意义，非常具指标意义，1000块很快，对，很快。重点明年。你知道吗？很多法人吼，直接把联发科的目标价吼去比价创意，创意是近景怎么走很重要，当然啦，会员知道怎么走，我教过，但是先重点1000块先说嘛，对嘛，先对不对？我们不要像法人这样子吼，就是天高皇帝远，很会乱喊。我从之前自始至终，我就先跟你讲1000，基本的嘛。重点来了，有没有让你？赢在起跑点，今天看到那个发哥吼，那个头皮毛都站起来了，太开心了，有够弹吉啊啦！再来，还有还有，来，我一直告诉你，我说在股市操作，你一定要跟跑马拉松一样，对，跑马拉松最重要的除了耐力以外，是你的方向不能错。哎呀，错了差很大呢，错了真的差很大。嘿呀，永远跑不到终点呢。哇，那个跑不到终点是人家是吼那个什么那个公式，
事半功倍，对啦，人家是事半功倍啊，啊你不是，你是反过来啦，哎那对不对？所以千万不可以这样哦。嗯、好，那我一直告诉你哦 ，OTC 明显强于大盘，那你要选股不选市，所以现在小而美、小而巧的，林夕老师，什么叫小而美、小而巧？哎呀，我前面节目是不是告诉你 IC 设计有 IC 设计是的，然后我一直告诉你联发科破千，嗯，联发科破千，哦，今天跳出去了，有的，那是不是联发科不买？或是买不起的好朋友、嗯、是不是可以扩散下来看 IC 设计，是啊，把其他的 IC 设计拉出来，小而美小而巧是什么 IC 设计哦、嗯嗯、然后再来股本很小，是股价很小哦、嗯、还有集团概念 哦，这叫什么小小兵概念股，哦，小小兵开始出猎咯，要立大功咯，小小兵立大功，这个盘很舒服，为什么、嗯、来即便十月你看到台股这样一直回 落，记不记得我说过关键时刻我一定伸出手、嗯拉你一把，帮助大家。记不记得十月我就先叫你来拿小礼物，有的，我说小礼物你来拿也不用钱、嗯、不管银粉、啊、粉红粉、铁粉，对啊，金银红粉都全部通通来，我直接给你就好了，就是大力台啊、哦，好清楚哦，妍希老师，是啊，你完全不盖牌、欸、不盖牌哦，我有时候会觉得我完全不盖牌给你、嗯、如果你都还赚不到，嗯，然后还整天会想要看我的股票，那我会很担心你，对，没错，我盖牌，我不盖牌，我给你还要从头讲到尾，是有这么老实的分析师吗？只有甜心老师，如果连这么老实的分析师啊，你永远只是后赚价差两块，赚价差一块钱，嗯，我觉得真的是因小失大，是的，你去省那个后，我觉得会费根本是真的是送给你的，你光看联发科冲出去，会费有没有送给你？有啊，好几个了耶。再来，我们等一下后先修班全部出来上课，立台是不是已经冲两波了？有的，前一波连斯拉斯，这一波又是连斯拉斯了。我小礼物我就直接给你，然后呢，小礼物我直接给你的时候，我说 AI 那个 AI 后评价的平易近人的，不要去做那个土洋对坐的。我是不是给你立台？有的。那我也教过各位，我说立台后有一个很特殊的，除了 AI 这一块，它有个特殊的应用是在医疗，是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它是不是有好生技概念？有。好，但是我也教过各位，记不记得我说？AI 医疗最强的是这一支6569哦，记不记得一啊、就是、我们前面是不是赚过？嗯，你看妍希选股，我今天不是要告诉你我多会赚，我要告诉你我的选股的眼光，火眼金睛，我之前给你立台的钱之前我就给你一阳了，我说后那个 AI 生技啊，对，最纯的是谁？一阳就是他啊，你今天有看到有些生技股活蹦乱跳开始了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生技股你不要乱碰啊，生技股要碰，你要去挂 AI、欸。我先给你嘛，你要赚生技股来找甜心老师就对了，好不好？你看宝瑞可以我做到股王就知道了嘛。欸、真的也千金股王、啊。不过最近还有很多股票可以做啦，是的 ，IC 设计不要忘记。好、嗯，来，所以你看到吼，十月的时候我叫你来拿小礼物，然后上礼拜我又说赶快先修班，真的、哦，赶快先修班、嗯。先修班里面挂头牌是谁？耿鼎。记不记得上礼拜耿鼎先冲出去、嗯、啦，哇，妍希老师你汽车股好会赚哦，很厉害呢，汽车股好会赚、啊、妍希老师你还教过我后、嗯、建通要跟汽车股绑在一起看哦，有，我直接讲啊，这个先修班上过课都知道、欸、拿到这个我们的讲义的好朋友们，哎、欸，里面都是赚钱的资讯。见证神通盘没有涨、哦，它有没有慢慢给你推上去？对啊，慢慢推，越推越高了。我就不要告诉你，之前我见证神通赚多少了。嗯，这个只要是老朋友就知道。我一讲见证神通，老师你根本没盖牌嘛？真的啊，直接剧透了。嗯，甜心老师，哎、欸，就是几档股票而已啊。就像对对好来，你一样吼，把产业先修拿出来。来，上个礼拜立台、前顶这些，通通轮流喷。这礼拜换到谁了？我们来看哦，嗯、有没有看到电子通路？乌啦，有没有看到电子通路？拿出来看，是挂头牌的谁？3702，大连大是不是推出去？乌啦，再来哦，3036有文业是不是推出去？有的，2347，妍希老师连强是不是推出去？有的，我通通给你时间布局哦。我要讲一个重点，我说过我产业的研究。一定是从根本没错扎根。我问各位好了，记不记得3014？3014是谁？联阳。记不记得前面联阳我已经做成长辈股？有。那联阳做成长辈股的时候，我讲一个很重要，我说消费性电子回温，有的，对不对？嗯，消费性电子回温最大宗的是什么 ？IC 设计。那、啊、你有没有发现联阳这样一波已经冲过110个百分点？现在换到谁？
换到联发科冲出去，换句话说消费性电子回温是不是从小开始扩了？有，慢慢慢慢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。再来哦，再拉到电子通路，你今天看到我里面的 IC 设计翼龙电是不是喷出去？有的，你知道吗？这种老牌的 IC 设计，联阳跟翼龙电应该都要会背了，嗯，智新这些都要会背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在手机，它在 NB。对，记不记得我上礼拜讲的 AI？嗯 NB AI PC 开始要扩散出去，有的。那跟 NB 跟 PC 跟手机的 IC 设计联阳有没有关系？有啊。翼龙电有没有关系？当然有啊。那个触控就是翼龙电啊。哦，再来哦，嗯，你看到25.8冲出去了，对不对？我之前的节目也讲过，嗯哼，我说有没有像联阳前面那一段？有，但是老师你只顶到这里而已。你怎么这么老实啊？你怎么这么老实啊？再来，真的，来，我们要去连接咯我问大家，你要从产业出发的话，既然 IC 消费性电子回温，最大宗的就是 IC 设计，嗯。那 IC 设计以后，从联阳开始喷，喷到现在，今天连联发科都开始喷，发科都喷。既然这样，你的 IC 设计小而美，小而巧，要不要很注意？当然要，睁大眼睛看。会员都知道啊，我叫你通通夹起来啊！哎呀，乌啦，全部给他夹起来哦，全部夹起来，哎。就是通通都要赚 哦，都要赚的意思。我先跟你预告哦，还有来原子金刚，你会说老师原子金刚来 IC 设计冲出去了，嗯，那我问你消费性电子回温，那消费性的电子通路要不要注意？也要注意，啊，我是不是全部给你来大连大，哦，文业联强，这个叫什么消费性电子通路，而且以往消费性，嗯，电子通路你有一个概念是殖利率很高，嗯，再来一个概念是法人囤仓，对，这是不是我怎么做怎么说？我说这个盘齁，你真的很怕很怕的好朋友，嗯，去看法人口口碑那种，对，买很多的，买的比你多比你还害怕，让他来顾好不好？好 啊当然好啊。好，再来消费性电子回温，所以电子通路是不是开始是哇雨露均沾冲出去？那雨露均沾冲出去，有没有看到翼龙电 IC 设计又喷出去，嗯，有没有看到原子金刚两兄弟又喷出去？又喷出去了。同样哦，消费性电子产品哦，所以再次恭喜会员深耕产业，才可以像我们这样持续赢在起跑点。来，老师，你上周的这个课啊，真的是来得好不如来得巧，来得刚刚好，拿到了这一份的，哎，这个讲义，哎，老师，你刚刚讲的股票就是轮流飙，转过来转过去啊，对啊，转过来又转过去，很舒服啊。所以啊，一定要跟紧甜心生命，跟越紧赚越多，通通给它夹起来就丢啊。甜心的选股，你有没有发现到？哎，不一样哎，选股不选市，盘正又如何？股票继续的狂飙，股票继续的狂喷，所以赶快跟紧甜心的脚步就对喽。我们先休息会儿，等会儿再回来。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 follow 甜心，跟紧甜心，您的获利就会跟别人不一样。你验证一个老师不是一天，对啊，不是两天，是一个波段一个长期。今年都甜心给大家22档的长辈股哦，而且还有持续正在来长辈股的路上，所以亲爱的朋友不要再等了，想让自己持续赢在起跑点，赶紧跟紧甜心的脚步。老师刚刚在我们中场休息时间聊到了，验证一个老师看一档股票就好，可以啊，你十月就把远的不说，立台拿出来看，就拿它就好了。对啊，一档股票说明一切，功力实力的展现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吼，不是股票涨才拿出来嘛。对，即便它没有涨，问题成本低啊。对啊，我买的够低啊，三字头。啊，你成本够低，是不是只有想赚多少的问题？是的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如果你觉得立台后太活泼了，没办法驾驭了，哎，有没有我前面给你微钢？哎，有哦，记忆体啊，是的，记忆体现在回落，对不对？是，回来碰月线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合理啊，为什么嘞？来哦。经济活动是一旦展开，不会一下子反应完毕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前面法人买很多，对不对？这里 Coco 可不可以调一点？可以啊，就像我们很简单，我们买在九字头了，冲高都快要到110了，可不可以调一些？可以啊，不会卖卖掉，等回来是不是有机会？股票就是这样啊。是的。哦，我好像又说漏嘴了嘛？老师，你已经有剧透了。来来，我要讲一个重点，很多人看到股票回落，
他会担心，会紧张害怕。但是我一直告诉你，我跟别人不一样，是我产业看得够透彻。那我现在一直告诉你后，陈立白董事长早就出来讲了，第四季开始复苏，明年会更好。是的，明年会更好。你要看到重点，不是说他已经看到隧道口，你要看到的是明年要好一整 年，明年的合约价，明年的报价要好一整年，一整年哦。对啊，要好一整年啊，所以你要不要找低点？当然要啊，就这个概念而已，我觉得就是这个概念，所以我里面给你的股票你要会操作，一定要会，真的，我不是股票涨停才给你，不是哦，我认为这个很重要，你光看电子通路好了，你今天看到的是电子通路，还有翼龙电冲出去吗？哎，我问你，上个礼拜翼龙电有喷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哎、欸，打下来对不对？可是停薪早早给你咯，对啊，你是不是可以？哎呦，相对低档是。有没有？有的，很漂亮啊！啊，长多走势有没有变？没有，我教过啊，没有改变。破线以后要一二三，记不记得？也有会员一听一二三就知道啦。是，越快越强。一最强，二次强，三就是还是强，但是最快一定是一。对，有没有用最短的时间站回来？一二三，有强不强？强啊！一二三选股好不好？好啊，聪明的选股方式。一二三选股好不好？来，3014，记不记得我说三根 K 线要背起来？有。来，我当时给你的时候是88，在这个位置，很记得。来，这叫什么？顶天立地大红 K， 是不是有上课都背起来？那你有没有看到？我就教你三根 K 棒，你就可以很容易赚到一大波。哇哦！现在不要来报先修班了，我拜托。哎，已经没有了，不好意思。已经没有了，我只是要告诉各位，这就是我上礼拜跟先修班好朋友讲的，对，但是会员其实早就知道，是的，早就知道，因为我认为你是接下来的行情是想要赚得多，想要赚得 快，记不记得我说这个盘反弹要有三部曲，第一个叫什么？强者恒强，所以强者恒强，你看我的耿鼎有没有强者恒强？强、啊，你看我的建通有没有强者恒强？强啊，来喽，这叫强者恒强。那第二部曲呢是什么？比较大的，后全资股的要有领先表态，对，记不记得？有的，盘要止稳，那种法人口口背的要表态。什么叫盘？那个？今天联发科有没有表态给你看？有的，啊，法人口口背的把电子通路拿出来，有没有大连大、联强、文业法人有没有口口背的？有没有表态？不啦。好，那当然最重要的行情是小标股轮流喷，我们的原子金刚两兄弟有没有给你提前轮流喷？不啦，强强棍啊！所以啦，盘势是不是都在掌控之中？是的。所以这个我才要告诉大家，你要了解，就是我花了这么多的心力，我把盘解给你，盘解给你不打紧，你要直接拉回来，知道从中先擒贼，先擒王。所以再次恭喜会员，我们通通赢在起跑点。来，你会发现啊，老师给你这一份的武功秘籍，你要会运用哦，对你才是最有帮助。这个帮助是极大化的一个展现。深耕产业，甜心选股就是跟别人不一样，想要呢把握每一次赚钱机会，越赚越多，继续赢在起跑点，请你务必跟紧甜心的脚步喽。节目最后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品话，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赚不完。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越赚越多喽 ！YT 频道的好朋友，明天见喽！拜。华冠投顾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11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